是我的女朋友。我眼睛不舒服吗？还要眨眼？哎呀，你敢打我斗官的人？你是什么官？你这个无赖真是人头猪脑！谁逗我的女朋友，我就打谁。你不用怕，我们先出去。赖少爷的朋友，请你劝劝他们不要打，好不好？他要是肯听人劝，就不会打架了。那我怎么办呢？你还是去报官吧。报官？他们这么打，闹出人命来，你就麻烦了。马上去，马上去！快点下去！啊！好！火！啊！啊！你这……哎，兄弟，你如果输给我们斗官，多多有赏。赏你个屁！斗官呐，斗官！放心好了，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不会放手摔死你的。老兄，手下留情。你服气了吧？少爷。